这是骆马，超可爱的，小只的，超怕的，可是又很好奇心，过一下它会追着过来，一直看着我们这边。你看它前进了，你看来了来了，它妈又往前了，好奇心超重啊！它长得脸像狗一样，超好笑的。它妈在那边吃草，等了。来了来了。